在我身后这一台就是 BMW M Series 首款纯电车型 BMW i4 M15， 了解一下。它在外形上和 4 Series 基本上是没有很大的差别，像是它巨大的水箱护罩，然后它的熏黑的 LED 头灯，然后运动气息的线条，还有 M Series 独有的 side mirror。在动力方面，配备两组 BMW M E Drive 内动马达，最高马力544 HP， 最高扭力795 Nm， 固定加速110需要3.9秒，它的极速是225 km/h。我们来看看 i4 的车尾，它整个线条是非常的霸气的，再配上这个立体式的 3D LED 尾灯，然后再配上这个，真的是霸气十足啊！而且作为一款性能车，它的后尾箱的空间是蛮大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哇哦，是有点让人 surprise 啦！整个人坐进去都不是问题。它内饰是搭载双联屏的设计，像是我前面这个就是2.3寸的数字化仪表。然后旁边是14.9寸的中控台，支持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。然后你看它这边是 Carbon Fiber 的材质，然后这边也是 Carbon Fiber 的材质，无线充电面板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Steering 是采用 M 系列专属的方向盘，然后座椅也是充满运动气息的 M 系列的座椅。音响系统是采用 Harman Kardon 的音质，整个加起来的感觉就是很帅。最后它售价要从马币44万令吉起跳。你们对于这个售价是满意吗？可以 comment 和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。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